单的操作。对呀、啊。我觉得不用去设置什么吧，你不用管它。不用，就最主要的功能就好了。哦。等一下，我要往前一点点。你现在就要拍吗？哦。开上去吧，要不这里感觉到视野不好，开到路面上去。这里视野不好，你拍出来的效果。要不我打灯的时候，我在这里打灯的时候，你开始拍，好不好？可以。我用语音吧，好不好？